在从许前回那霸了。那回去的时候呢，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比较赶，所以我们一定会走高速路段，高速路段就会有计价的部分，过路费的部分，所以就是一开始呢就会先拿到这样的通行券，但这个通行券还不是付费的那个券哦，就是要看你到哪里下这样。比如说等一下我可能去美国村，然后在那附近的交流道下，他就会帮你计价，会有人工的计价收费，然后就先把这个票券放在旁边，不要遗失了，遗失会很麻烦，然后也不要乱走，就是他有就是一般跟 ETC 的，你走到 ETC 然后没付钱过去的话，就是可能要罚钱，会很麻烦，所以就是一定要走一般。那就等一下我们美国村见咯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要下交流道，然后要算下交流道，对，然后记得哦，记得哦，一定要走一般哦，就是租车的时候那个，就是租车的人都会就是一直提醒你，千万不要走 ETC， 千万不要走 ETC。其实冲绳其实用不到 ETC， 就走一般就好了，因为只是偶尔才会用到一张这样子。然后像这个啊，上面写着一般或者 ETC。也可以，然后料金就是这里一般 ETC， 然后这边是 ETC 专用。料金的话，你就看那一个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是许田，对不对？那你就看那个上面有许田是多少钱，我们这次是730，就是准备730，刷卡也可以。我们是普通车。看我那边730，那他会给刘秀秀，就是刘秀秀雷射斗，两个不会日文的人一天到晚在锻炼日文。这样，他知道大概是什么，就给我乱念也行啊。